这是一个新的接待方式，从现在起我们可以面对面聊天了。什么？你说短信、QQ、电话还有当面聊天，是很方便，不过总是有点忙不过来啊。你知道了，学习、训练、拍摄，还有脑力开发，时间总是不够用啊。至少这里没有先生的设定剧情啊，你们烦他，我也是悲催啊。我也没有，只有背景音乐而听不到讲话的默剧了。我也很想讲话，可是没声音，再好的戏也出不来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小爱，我帮你配音吧。小凯，你真是这个世界上见过的最帅的男人。哎，导演，好像没这句台词吧？在这里你可以自由发挥，和我讲任何事，比如说3+2等于5。答对了。当然，这种人人都会小儿科的东西还是不要问了，来点有深度的，最好是关于我各方面的，比如说你在哪读书，喜欢什么，你爱什么，你多大，你成绩怎么样，你贵姓。够了，一个一个慢慢来吧。我先问你贵姓呢？总之你可以在派对上留下你的问题，还有聊天话题，更或者任何你想聊的东西，因为每周我们都能面对面 TF 家族面对面。